这小子居然有六个骨骼，他祭剑，他做无敌剑的剑灵最合适不过了。剑变风，风化六剑封印阵，封印什么鬼，我居然动不了了，好强的空间气场压制，我竟然无法出招，是谁在附近，速速现身。小子你很不走运，本神要锻造一把宇宙无敌的剑，剑虽无敌可惜缺少合适的剑灵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修为极高，你祭剑，你做无敌剑的剑灵最合适不过了。不知死活的家伙，快把我放了，快给你爷爷解开封印，若等我破解封印之时，就是你陨落之时。莉莉九百层破一切封印阵，破什么，竟然使用不了莉莉，绿灵几十一级碎裂封印，什么绿灵几居然碎了，这个封印阵坚如磐石，进化七盏灯，灯二盏破解一切封印阵，什么进化七盏灯是世事神器，世事神器竟然也碎了。不要做无谓的挣扎，你插翅难逃，六剑封印阵你是破解不了的。无影神锤，锤断他的骨骼，炼气如来火焰燃烧术，好刺眼的光线，炼气炉怎么突然消失了，是谁救走了这小子。照金空拳，我陨落了吗，我是空，我不可能陨落，这是哪里，这里是御剑域，空姐，空中海，你是永生古神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，我不是把你传送到10000级神级文明界域限短宇宙了吗，不对，从灵力气场波动来看，你修为等级极高，你不是永生古神，永生古神修为没有你高，我才是永生古神，你说的那位永生古神是我用一片树叶变化，你修为等级多少级，亮丽皇，什么，我没有看错吗，修为等级绝对突破等级限制八段，比我修为等级还高，你在空界，空中海，空中海我记得只有空才可以来这里修炼空术，难道你是空，没错我是空，多谢大佬救命，你怎么不回10000级神级文明界域，你是不是回不去，我可以回去，时间法则功法我也会，是谁教你的时间法则功法，未来的你教我的时间法则功法，是不是未来的我告诉你我今天会遇到危险派你来救我的，是未来的我现在在哪，我找他有事，未来的你界域无敌，他可以变化成任何生物，他的传送水可以传送到任何界域，至于他现在在哪我不知晓，看招魂道采光圈去，金神找我何事，你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，你用魂道采光圈打我，你是想打死我是吗，你出场总是这么特别，未来的我不断骨骼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无敌吗，不断骨骼当然无敌，你用一招你认为伤害力很高的一招技能打我，是你让我打你的，你这种要求我一定办到，两位大神你俩去别的地方打架，在这里打会误伤到别人，言之有理，未来的我走去神界千石擂台，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，金神你的传送术传送速度太慢，看招一切力汇聚术超光速无数激光术，你不开启任何护盾你居然毫发无伤，不断骨骼果然无敌，你身边那些彩色光点是什么，这是多彩光点能量场，什么意思，听不懂，什么是多彩光点能量场，有不断骨骼的神当遇到攻击时不断骨骼会变成多彩光点能量场，多彩光点能量场可以降低伤害力，可以把伤害力降低到零，我明白了，一切力汇聚术超光速无数激光术，这个技能的伤害力被多彩光点能量场降低伤害力了，所以你不开启护盾一点事都没有，不断骨骼无敌，未来的我走了，我回五等重界域精灵界参悟碑觉醒骨骼时间法则功法，金神先别走，这小子走得挺快，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这小子，饿了六拖拉机成名时我吃，等我吃饱饭我再去精灵界告诉这小子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一颗成名石价值800万，师傅把成名石当饭吃，师傅你是有钱神，我穷得只剩钱了，师傅什么重要的事情你要告诉过去精神，过去精神会遇到一个劫难，他会遇到一位他打不过的神，他会为这位神废掉所有力，他会变成一个废神，过去精神从无败绩，他打不过的神，那说明这位神的修为等级极高，我很好奇过去精神打不过的神，这位神是谁，他是莽子龙神，未完待续。